听其实还不确定，只是四目相对有心机，不见你会想你，在人群中找你，找到后又假装不看你，他们说你有点怀疑，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，可是我永不会追，我要让你忍不住动心，要保持努力忽隐忽近，不能随意献殷勤，要想眯着半天美，读更多书籍，充实自己更完美，不是每次的约会你约我就出现，不是每通的电话你打来我都会接，爱情故事投入越快就可以收获更多，喜欢被你送到家门，但不能请你喝咖啡，宠爱。